再高点！呀，这小灯太喜庆了！高点！哎，往下点，往下点！哦，对，地上！哎呀，你们都帮我布置好了！哎呀，王总，真是谢谢您，谢谢您来帮忙，谢谢啊，小燕，什么？感谢啊！谢，老蒙，谢了。你看，我最好的兄弟，我就不多谢了啊！我俩是兄弟，这可是你的终身大事，谢什么谢？你这可是我的得力助手。再说了，员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对呀，我们马总在公司里面可只是员工了。再说，我跟米歇尔在公司里关系最好。嗯，你放心吧，米歇尔在这个城市里就我这姨妈一个亲戚。你们俩要是成了，了了我一桩心事儿。是，袁总，你就别客气了，我是米歇尔最好的闺蜜，这么重要的日子，我肯定要在呀。哎呀，真是感谢大家了。那今天我跟米歇尔求婚的事儿就拜托大家了。没问题，一会儿等米歇尔来了，我就把他引到卧室，然后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，好不好？到卧室我们就说，嫁给他。亲爱的，我回来了。米歇尔，你回来了。你到卧室来一趟。等会儿那个傻叉老板让我改的方案我还没改完呢。加班，天天都知道加班。那个人家也是为了你们好啊。对，加班就是为了多锻炼锻炼你们，只要工作干得好，年终奖少不了。什么叫为了我们好？那个傻叉老板每天只会说加班就是为了锻炼锻炼你们，只要工作干得好，年终奖少不了你们的。后来呢？啥也没有。老板你别生气，你在我心里呀是最好的。哎，别说了，米歇尔，你赶快进来吧。又不是我一个人说，我同事小叶每天都在骂老板，老板祖宗八代都被他骂没了。米歇尔，你进来嘛！着什么急啊？等会儿，先让我把这个方案改完。哦，对了，冷萌今天送请柬来了啊，下个月15号结婚。说起来，冷萌她男朋友更傻。冷萌跟他说啊，他喜欢他是因为他的帅气还有才华，他居然还信了。你看他那个人又黑又挫的，谁不知道冷萌看上他就是因为他的钱啊。亲爱的，你相信我，我爱你完全是因为你的帅气还有才华。我当然相信你。米歇尔，人家那是真爱，你不能因为他有钱就这么说人家了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还变了呢？昨天晚上你不是还和我说冷萌这个人就是虚荣虚伪还拜金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了？我没有说，你恐怕记错了吧？我怎么可能记错呢？这个好兄弟朱小明。哎，米歇尔，哎，你不要说了，我求求你了。你让他说。你不是一直说朱小明这个人人品有问题？他之前不是找你借钱，你跟他说你把钱拿去买车了，哎，他信了吗？米歇尔，你要不要进来？你不要进来的话，你出去行不行啊？你一会儿叫我进来，一会儿叫我出去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我没拿。其实呀，也不怪他，他那个儿子不争气。我听说我表哥把房子卖了，拿去炒股，全赔了。你千万别跟他说，他心脏不好，怕他受不了。陈翔6:30